大配置，哎呦，交响的，管弦的有管乐，有竖笛，仿佛看到了我们三个退休之后的样子。手势是这个，叫这种手势。看看他注意你的手。 我完全没想到这里是一个那么热爱音乐的地方，就到处都能听到一点什么小调啊，一个卖陶笛的。音乐是很美妙的地方，就在于它不分年纪、不分性别、不分国籍，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在音乐里面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。有点年纪的音乐爱好者们还能够凑在一起玩音乐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。 我们晚上有演出，在麻烦。希望你们可以对对对，希望你们可以来看。其实觉得走到这个古街上面，就是还蛮有氛围的吧，在这样的地方，然后享受音乐，跟自己的朋友一起玩，自己很开心。哎呀，这里面的衣服很时尚啊。这身不错哎。是吗？你喜欢吗？哥买了送你。真的吗？进去挑，把这个店买下来。真觉得挺可爱的。可以感受一下。 哎，你看这件跟我挺搭的，龙哥来一件，龙哥来一件，行，咱俩凑一对是吧？哎，娜娜，哎，龙哥，这个一下就很当地了，很当地了。我们可以多进店里面看一看，因为店里面有空调。我们买杯喝的吧，要不？